你给我滚！老婆，回来了。这是我同学，从老家过来，到我家玩几天的。嫂子好。快去屋坐吧，我去给你们倒水。是啊，这就是你当时要死要活追求的校花。你看现在哪有什么校花的影子啊？来，喝点水吧。嫂子啊，你这结完婚以后什么活也不干，光吃我哥喝我哥的呀。我行了，你去做饭吧。我累了，我想休息。诗阳啊，你这可不行啊，你看我家那口子，我想让他往东他就不敢往西，一到家给我端茶倒水，哪敢给我甩脸啊。你要是来做客我欢迎你，你要是来挑拨离间请你出去。够了。对嘛，这才像男人的样子嘛。我说的是你。现在社会变了，女人可以赚钱养活自己。我老婆不是不能出去工作，她是想让我没有后顾之忧，她不想让我担受工作之苦，我也不想让她经历相夫教子的辛苦。你老婆的生活在我们这里叫寡妇。还有，我的女人凭什么你来说三道四？我家欢迎的是客人，不是老鼠屎。你走吧。世阳，你为了这样的女人不顾咱们哥们之间感情了吗？哥们儿，哼，我拿你当兄弟，你拿我家说三道四，有你这样的哥们儿吗？你这菜，你给我滚。老婆，不管别人怎么说三道四，我永远站在你这边。就算全世界离开你，还有一个我来陪。